是谁出卖我？韩国的 Loteria 也有出一个鸡排，台湾的鸡排，然后它的大小差不多就巴掌大吧，但是呢它其实还蛮薄的，然后它分为原味跟辣味，那我来试试看原味。它就稍微薄一点，但是还蛮香的。好吃的，只是比较薄而已啦，但是还蛮好吃的，而且它还蛮新鲜的，它的油还蛮干净的，还不错哎，